有饭，一个得放七，这个有肉饭。哦，我觉得哇，这个那么好吃是什么？特别好。所以你跟他打的时候，他会帮你压低你在那个头，在哪里出现来，给这个 camera 看。那明天会见到很多很多台湾观众，会不会怕台湾观众说要跟你比武之类的？我说我不懂功夫，对不起，我是一个演员，对，特别兴奋，特别兴奋，对，因为我之前有说过，我跟吴建豪这个 Venus 是好朋友的，所以之前呢多一点空的时候，我都会来跟他玩啊，吃东西啊，什么什么 low your fun， 因为我记得很久了。十多年前的一个得放弃这个牛肉饭，我觉得哇，这个那么好吃是什么？我认识大哥大很多年了，因为这个是我第五次跟他合作，不过现在经验好多，我经验多一点了。不，我觉得我第一次跟他打的时候，我有一点怕，不过他特别好，所以你跟他打的时候，如果你睡有低头啊，他会帮你。压低你在过那个头，在哪里出现来，给这个 camera 看，你就看出来看不出，所以跟他拍戏的很多人，他会一定会领着你好看。他教过什么？每个人都教过，不是我一个。他是代购的，所以是因为是我们教过他，因为我看他我们拍这部电影的时候，他也很壮，他打的时候很有力，所以。对，见到他那么健康，我们都开心。那明天会见到很多很多台湾观众，会不会怕台湾观众说要跟你比武之类的？我说我不懂功夫，对不起，我是一个演员，对。